果终有一日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之前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PayMe、Patreon 转数快叫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歇斯底里，在间美丽战斗到底，力竭胜势，直到胜利，请支持 My Radio。科学新知同大家见面，咁首先问下陈友博士先，你有冇买股票？有喎、哦，即系点都要储笔棺材本噶嘛？唔系退休金啫，唔好话棺材本。咁咧、啊、就你都系买美股啊嘛？咁就乜都买啦，我都买，唔使系咪？我就唔使好似嗱咁应该咁讲，我就系某一啲国家我就点都唔会跌。咁另外就向一啲即系我做科学人咧，我就对于一个。即係比較有科學，即係比較重視科學發展同埋真有新發明嗰啲咁樣嘅方向咧，我就會諗多啲咁解。係啊，嗱咁大家睇到後邊嗰、那個Dow Jones 嘅，雖然係即係我哋錄影嗰陣時前一日啦，但係已經跌咗成差唔多成千點噶啦，成700多點啊。咁個原因好簡單，就係話咧，而家嗰個變種咧，似乎我哋而家手頭上有嘅疫苗咧都。好似唔係好有效，咁我哋喺呢度，我哋需唔需要澄清一下，即係話講清楚而家嗰個最新嘅 status 係點樣咧？因為我哋可以講講第一樣嘢咧，就係奧運就嚟開啦，但係東京嗰個疫情咧就高居不下，連南韓都係。但係另一方面咧，英國個 lockdown 咧就Boris Johnson 都唔理啦，即係照去，即係嗰個解除個 lockdown 咧，佢唔理啦，照去。加拿大咧就最新嘅，即係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嗰陣時，因為九月咧就應該係去加拿大人係唔需要14日嘅隔離噶啦嚇。咁、其實而家嗰個信息幾混亂下嘅，即係我哋即係究竟而家呢個變種咧有幾多種啦？疫苗對佢個效果係點啦？邊只疫苗有效？邊只疫苗冇效啦？各個國家佢哋實際上嗰個具體情況係點咧？似乎係好混亂，係咪啊？係嗱，咁即係咁講啦。如果用一個最簡單的想法，我哋會認為一個最完美的疫苗就是大家打了，亦都唔使所有人都打，只要某一個份額的人打咧，咁基本上嗰個傳播鏈就可以停咗啦。咁傳播鏈停咗的原因咧，咁可能是因為嗰個疫苗本身令到人哋唔會病啦，但是如果退一步講咧，有機會就係話咧，可能個疫苗只不過就係佢唔會令人死。OK， 咁呢個就一個差啲嘅情況嚟嘅。咁當初我哋去搞呢堆咁嘅疫苗，咁我哋發覺就係咧，應該就有效地令人唔使死嘅。OK， 佢亦都可以令部分嘅人係唔會病都唔會發病添。咁唔會發病嘅好處係咩咧？佢唔會有傳染性，佢唔會將啲病菌惹俾其他人。咁如果一隻疫苗係真係好似即係呢種情況咁樣講，打完之後打咗兩針，我唔理幾多針啊，總之打完之後你個免疫力一有咗咧。再掂到呢只菌咧，你係直頭就病都唔會發噶啦，個身體自動打冧去，亦都唔會再有機會將個病傳俾人嘅時候咧，咁呢個係最理想嘅情況。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真係一個社會視乎你個病嘅傳染能力有幾高啦，咁可能你有一半或者有70%有80%嘅人打咗咧，咁基本上大家安全，咁大家可以開放翻。咁但係而家出現嘅情況係比較棘手嘅，嗰、那個尤其是係講印度變種啊，即係其實而家叫命名咧做 Delta 變種啦。佢個傳染力係特高嘅，比起先前嘅英國變種仲要高嚇，比起原先武漢原先口味嗰只咧，亦都更高咁咧。而且個情況就係佢咧，似乎就係有效阻隔到啲人去重病同埋過身，但係咧依然有相當份額嘅人咧，佢係會發病嘅。即係而家你睇翻啦，嗰啲確診人數裏邊咧，你就算留意喺香港，佢都有零散嘅呢啲咁嘅 case。另外咧近日爆發得比較緊要，突然之間又爆翻水咧，就新加坡啦。咁然後甚至以色列啦，一路係已經係打疫苗 keep 得好好㗎啦。但係印度即係個 Delta 變種嚟嘅時候，突然之間又上翻去啦。英國亦都係啦，受到呢個 Delta 變種影響好大啦。
咁就發覺咧，我哋而家呢個原先我哋認為好有效嘅疫苗咧，原來就係有效令人唔死嘅啫。但係就唔係話令到人唔發病，即係話咧每日個確診數字一路可以嘭嘭聲升上去，但係咧有打疫苗嘅人咧，佢病起上嚟咧，佢就溫和好多。冇打疫苗嘅人咧，就麻煩好多啦，就個風險就會大啦。咁個問題就嚟啦，你開頭諗住當正呢啲針咧，打完之後就大家冇事可以開放翻。我照咁做嘅時候，會出現一個咩情況呢？就好似嚟緊你睇到英國將會發生咁啦。每日確診人數不停地上升，呢、這個尤其是呢一個咁嘅 Delta 變種會喺英國度急速繼續擴散。然後咧，你總會有一啲部分，即係佢喺個社區依然係好多、啊、甚至你係打咗疫苗嘅人咧，你就算唔發病，都有機會身體上面仲帶下菌咁樣。有病徵啲人咧，那個帶菌傳播能力亦都有喺度，佢可能比起正常係短咗啲嘅啫。咁但係都有機會就將呢啲病咧就帶咗俾嗰啲咧原本唔想打、唔敢打，亦都打得疫苗嗰啲人。咁嗰個嘅尤其是你都知道啦，如果有啲老人家或者長期病患者，佢真係唔打得，佢想打但係唔打得。咁如果一啲打咗疫苗發病好輕微嘅人接觸到呢啲人，去嗰啲咁嘅院舍探望嗰啲老人家，將呢個病就帶去咧，咁嗰度好多人冇打啲咧，又係病臨死好多。咁即係而家面對個情況幾困難啊！英國就係話應承咗大家會係開放嚇。亦都好多本身有打疫苗，冇打疫苗，嗰啲比較後生年輕嘅社群要揾食要玩嗰堆咧，就急於要開放嘅。咁然後就係話佢都會覺得你唔開放就剝奪咗佢人身自由嘅咁嘅樣。咁於是乎就喺個其實都喺個民意壓力之下啦，咁佢開放咗啦。另外佢另外一個理據就係話，就算而家睇到嗰個嘅社區傳播依然係不停上升，但係個死亡人數咧就冇話跟比例地咁顯著上升嘅。用個數字講就係咩咧？英國曾經咧壓到最低咧，成個國家嘅確診人數得翻20,000人嘅啫。佢原本最高咧就上到去即係以200,000計嘅，但係最後壓到得翻20,000人。但係而家咧佢而家又爆翻上去咧，成600,000人染病嘅啦，即係個染病人數上咗足足30倍。但係佢個死亡人數咧就係、是、比起即係上升咗4倍到啦。即係大約由10-20個人上到去6-70-80個左右啦，咁嚟緊就預咗噶啦，可能都會上升到100個啊等等。但係而且亦都留意到咧，死嗰啲人咧，亦都係集中喺嗰啲咧老人啦，同埋係嗰啲冇打疫苗嗰啲人身上。咁即係話咧，其實你會睇到個情況就係、是、英國咧就準備放棄，即係半放棄狀態，就唔去嚴謹執行呢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就由得嗰啲冇打疫苗嘅人咧就暴露喺風險之下。就同時繼續鼓勵啲人去打疫苗，有打疫苗嗰啲咧，照計就唔再需要即係個醫療系統點照顧噶啦。基本上咧，連重症率都係極低嘅，咁就算數啦。跟住就即係所以你睇到英國喺呢一度咧，就好佢嘗試用一個好即係實際嘅，即係一個好現實嘅思路去諗，就大家唔死，大家純粹當呢只嘢係感冒病一病咪算咯，咁就開放咗出嚟。咁而以色列咧都未敢去做呢一步，而又好得意嘅。如果你睇翻英國嘅消息咧，甚至乎 Boris Johnson 佢哋啲人講就係話咧，而家就算咧你睇到冇錯，有一啲咧係冇打針嘅人去病死咗，但係你會睇到咧嗰個嗰堆人入邊咧，大部分都係長者，而且個死亡嗰個中位數嗰、那個 median age 咧係成80幾歲嘅。咁對應就係話俾你聽咧。比起正常，就算冇疫情嘅時候咧，嗰、那個國家嗰啲咁樣嘅平均年齡咧，即係嗰個叫人口中位數都，即係嗰個嘅死亡年齡嘅中位數咧，都仲係高過嗰個自然死亡嗰個中位數。咁佢就話啦，其實而家呢一啲嗰個瘟疫死亡，其實冇即係其實就想講一樣嘢啦，就係個瘟疫導致老人家嘅死亡，其實只不過係佔一個咧唔係好重要嘅份額，佢亦都冇顯著地令到大量老人家提早死咗。咁所以就以呢一個為理據咧，就大膽地去開放。咁嗱，但係呢樣嘢啱定唔啱，我唔做個判斷啦，因為好快你會睇到英國情況究竟係控制到定控制唔到嚇。咁、究竟喺對香港嗰個情況、那個參考價值喺邊咧？麻煩啦，香港年長群體比較多人係打科興，
而科興是一隻已經很明顯證實了咧，由你由翻上個禮拜香港大學那邊出嗰個研究都顯示咧，對於嗰個抗體數啊，你就算打咗一針伏必泰都勁過打兩針科興，然後打齊曬兩針伏必泰同打齊曬兩針科興比咧，就個抗體咧就伏必泰勁九倍。咁而且亦都睇到就話科興嗰個抗體睇住每四十日咧就跌咁一折，跌咁一半。咁你如果去到如果香港啊，譬如係去到九月嘅時候，話自己大約可以咧有足夠多嘅人咧，可能去到七成嘅人去打夠疫苗啦。咁我哋開唔開放，又唔即係去唔去完全開放呢個社交距離措施咧？咁你就可以趁住呢段時間留意下英國嘅疫情發展係點啦。嚇、啊，咁如果香港突然之間有得即係啲人去放寬翻社交距離措施。尤其是那個 Delta 變種繼續去不停傳播，於是乎出現的情況就是話咧，可能有一啲嘅後生仔、年輕，即係或者唔好話後唔後生啦，總之係你打咗伏必泰嘅人，你本身嗰個抵抗力比較好，但係你都染咗病，你會發病，你會將呢一啲咁樣嘅病毒咧帶咗俾打科興嘅嗰個羣體。而打科興嗰個羣體，如果大部分都係比較免疫力，即係佢年長啊，免疫力相對比較受挑戰嗰啲人嘅話咧。咁有個危險就係佢哋會照發病，而家發起上嚟個重症死亡係會更加高。咁點解我咁肯定呢？就係你睇翻印尼同泰國嗰邊嘅醫護人員打完科興之後個數據，就發覺咧，科興都係可以令到嗰個重症率、死亡率係低咗啲，但係唔夠乾淨。所以而家咧係去到泰國同埋印尼咧已經講緊啦，再打落去就算打第一針係科興都好啦，第二針唔好再打科興啦。要打翻 mRNA 疫苗啦，可以係 Moderna， 可以係伏必泰，咁嘅樣，令到咧嗰班醫護前線醫護人員嗰個嘅，即係嗰個嘅抗體量要高翻啲先至得。咁即係所以點解上個禮拜都好斬釘截鐵講就係話咧，如果香港要走翻向比較即係取消翻啲社交距離措施，同埋大家比較安全咧，原本打曬兩針都是科興的人要補打翻伏必泰，都幾肯定。咁而且另外一方面，咁打咗伏必泰的人要唔要補第三針咧，就冇咁快。我唔可以話唔使，一定唔使。但係好大機會咧，就可能你要等一年後咯。嚇、啊，咁因為我哋比較有多臨床嘅數據證實咗打伏必泰嘅人，佢嗰個抗體量高啲，同埋維持嗰個有效嘅程度亦都係耐啲咯，同埋佢能夠刺激到免疫系統一隻比較司令級嘅一種免疫嘅白血球細胞咧，嗰種刺激能力係勁過科興，甚至乎科興有機會可能係根本上刺激唔到全面嘅免疫系統。咁即係喺呢一種咁嘅科學證據擺埋一齊考量之下咧，你會睇到，如果淨係我哋而家關心香港嗰個疫情嘅話咧，大家繼續即係睇咗咁耐啦，好多可能大家仲係比較猶豫打唔打好嘅人咧，你留意一下香港其實就算即係打伏必泰嗰個有效度同嗰個風險咧，有效度比較高，風險真係比較低。科興對於年長嗰個長輩嚟講嚇，咁佢亦都係個風險係比較，其實係睇到出嚟個數字都係大嘅。咁但係咪代表佢打伏必泰咁就會低啲？咁應該都係低一啲個風險都係。但係問題就係你打完之後真係有冇效咧？就伏必泰嗰個數據就出得好明顯嘅啦，已經係。咁即係所以大家如果嚇仲想係即係要希望可以自由地旅遊出入境啊？如果回大陸咁，好可能屋企人有啲年長長輩想回大陸嘅，咁佢哋要打科興，咁我都覺得無可厚非，因為嗰個嘅政策係令到佢哋要咁樣打。但係都建議其實就係嚟緊咧，都要好嚴正考慮，就係咧打咗啲科興嘅人都要補翻針伏必泰就比較穩陣啲，咁啊先至叫保障到成個社群。咁另外咧都要知道啦，因為而家我哋有咗呢、這個Delta 變種。同埋咧，嗰個就算係最靚、最先進嘅呢啲 Moderna 同呢一個伏必泰嘅疫苗咧，佢哋都係保大家唔死，保大家唔重病，但係唔保大家唔發病嚇。咁、啊、你依然會有機會咧喺發病嘅期間咧，將嗰個病毒傳咗俾一啲冇免疫力嘅人。咁、所以一個都係一個公德心啦，或者你保護屋企嘅長輩嗰個緣故啦，咁其實都真係去建議去打嘅。咁另外有個花邊消息啦，唔知道台長有冇留意啦，即係嗰啲好似 Moderna 都俾呢一個美國納入咗，唔知嗰啲乜嘢乜乜。
其中嗰啲某某指數咁樣嘅，咁於是乎就又係升一折咁樣嘅，又係而家搞到升就唔使講噶啦，即係如果有聽呢個節目嘅朋友，咁咪我哋都即係講好耐啦，你真係可以考慮一下呢只股票啦，即係咁而家好高噶啦，即係你諗下升咗噶啦。即係咪？我都冇買嘅，其實我明先。申報利益先係嘛？我想買，但我冇錢買。OK， 嗱咁，但係咧就講正經少少啦。嗱頭先雖然講話英國嗰邊咧，佢Boris Johnson 基於嗰個政治考慮咧，佢會取消嗰個封鎖啦。但係其實成千幾個科學家咧就聯署就反對呢個做法。咁你同唔同意呢班科學家嗰個睇法咧？如果純粹以人道立場嚟講咧，我就會覺得政府應該是維持翻某一，即係唔可以唔需要話去全面地放鬆，但是針對個別的場所咧，就真的要去收緊一些，即係譬如話喺地鐵入邊，倫敦地鐵入邊，同埋喺一些大型的活動嗰度，但係當然啦，如果你講緊喺酒吧度咧，你很難就要人哋去咁樣社交距離措施，但係另外就是話喺一些年紀比較大嗰啲咁樣嘅院舍嗰度，要比較保護一啲咧本身冇能力去承受呢個疫苗嘅人。咁但係呢樣嘢咧，實際操作上咧，一定係有好多嘅漏洞，因為你啲咁樣嘅隔絕嘅措施咧，一係你要執得好，你尤其是喺呢個病毒，你由香港嘅例子都睇到，稍微鬆少少咧，都要漏到一地都係，即係呢只病毒就好惡死嘅，其實就咁呢個就係、那個科學理據，就係你人道立場，你要有責任保護曬所有人。咁所以咧，如果而家呢個政策就係只能夠照顧到嗰班有打疫苗嘅人，就照顧唔到嗰班冇能力去受得起呢個疫苗嘅人咧，就係佢哋就會認為個政府唔應該咁做嘅咁嘅樣。咁但係你問，即係如果你問我嘅話啦。很多嘢就大話怕計數啦！你究竟在大家打了幾多百分比之後才做呢樣嘢咧？咁我就會在呢個位度做雙確，因為咧你嗰、那個接種率越高的時候咧，你才有能力講可以放鬆得越多。而家英國接種率大約去到即係免疫率大約去到七成幾左右啦。好不幸啊！如果沒有這個 Delta 變種之前，我會覺得是夠的，但如果有這個 Delta 變種，那個病毒的傳染力越來越高的話，你可以想像到那個實際接種率是要相應地提高，甚至乎疫苗的有效率都要相應地提高才能夠叫做安全。我就只能夠好即政客保守一點地說，我就覺得英國這個開放是偏於過早的，你可能真的要等到英國是有八成的人有八成幾的人有那個的免疫能力，咁先至好夠膽去做呢樣嘢咯。另外講漏一樣嘢就係、是另外一個冇受保護的群體是咩咧？就係12歲以下的學童。咁我係主張其實咧，當你搞清楚，如果譬如話三歲至到十二歲嘅人，佢係接受呢個疫苗冇害嘅話咧，其實應該係等呢啲三至十二歲人都接種埋先。先至好去即係正式去開放。但係我而家睇到個情況就係、是東京奧運會啦。簡單嚟講，以我局外人態度就係而家搞到一塌糊塗。係啲選手入到去，原來中咗招嘅。咁你即係而家只不過開頭啫嘛，去到即係係開羅嗰陣時候，原來好多選手中招，咁你點搞咧？真係，咁呢個佢具體個措施我就冇乜點好留意啦，但係你睇到就係一個夾硬嚟嘅一個咁即係咁樣做就即係就出事咯，都會而且嗰個病毒即係都係最麻煩嘅，就係而家呢只咁樣嘅肺炎病毒係佢喺身體上面又停留得耐，然之後亦都係越嚟越容易周圍傳染，個毒性冇減過。於是乎你嗰啲咁嘅原本啱用嘅社區阻隔措施咧，就都變得唔啱用。咁呢樣嘢，所以你咪見到香港穿過幾次咯。甚至乎係英國啊，唔使講啦，幾波咁樣啦嚇。另外就比較留意就係、是，即係如果攞香港同新加坡比，咁你發覺新加坡而家呢刻都喺度爆緊嘅嚇，更加唔好講到嗱台灣亦都係爆過，而家即係執緊手尾咁解咧。咁你見即係曾幾何時，即係嗰種，我會咁講啊，沙士比來嘅經驗係唔足以應付而家今次呢場瘟疫㗎啦，已經好明顯啦。呢、這個就我都唔使我講，大家都知㗎啦，已經係。嗱，補充幾點啦，先完呢節啦。其一就印度嗰個情況係又係再次
即係出翻去，即係最嚴重嗰個局面啦。咁香港就好彩嘅，香港咧就到我哋到依家其實都好似唔覺有嗰個認真印度變種嗰個即係爆發，有個案，但係有個案，但係冇爆發。而打呢個疫苗嘅人咧係越嚟越多嘅，嚇。係。香港就即係睇到大家就係話嗰種對於疫苗個猶豫啊，即係就慢慢去鬆咗出嚟。咁即係就算你睇到就係唔好理嗰個社會環境啊，大家咩政治立場嗰啲嘢啦。睇到嗰個趨勢係真係急速上升緊嘅，即係講緊每日有成6万几7万人去打咧。咁呢個其實係即係好事，即係我會覺得首先睇咗自己嗰個安全健康先。我覺得喺呢啲咁嘅關頭。已經搞清楚曬呢只係 work 嘅話，咁就係去打你心目中認為 work 嗰只。唔係因為啲人要去旅行啊嘛，或者係啦，你可能係因為旅行，可能因為要飛，或者總之你要保留，即係而家最講啊，最緊要就係你要保留有用之區，係咪？你要生存。咁而家何況就係邊只有效冇效，邊只係有即係所謂毒啲唔毒啲咧？大家嗰個信息其實比較明顯。係啊。咁即係其實我哋。我記得咁樣，我哋兩個咁兩個月前打完，咁而家都生勾勾喺度啦。唔係得喎。咁如果大家嚟試陳志宏，即係有啲咩三長褲短，我諗大家都好難聯想到係同嗰支疫苗有關啩，係咪先？唔係，而且一定會話同個疫苗冇關嘅。嚇、啊！咁但係即係你如果講啊，陳志宏接受完疫苗之後兩個月，跟住而家跟住就病瓜咗，咁兩個月喎、啊，大佬，咁應該唔係好關啫。係啊，係啊。咁但係我都係好提醒大家啦，亦都我係最擔心一樣嘢就係雖然香港而家個狀況都係即係算係比較理想啦，都未解封，但係咧就嗰個印度變種嗰個爆發，我覺得大家仍然係要即係保留嗰種警覺咯。要提防嘅，即係可以預期啦。我甚至乎會講啦，喺未來世界未來日子入邊咧，第三針咧大家都預咗打噶啦。咁問題係幾時嘅啫？我就而家斷言就話科興咧打過科興嗰啲就會馬上需要第三針。咁但係你如果本身打咗BioNTech、伏必泰嗰啲咧，就冇咁快啦，慢慢即係慢呢個就可以相對安全一啲。嗱，我哋呢只有幾鐘啊？一節再翻嚟啊！